原来这剧还有阿苑呢，差点以为你逗的是阿苑，真的太多镜头秒回那年夏天了。我就不信他不想。左书桌上特像在冷泉大会。他好像很懂他的可爱之处在哪，犹豫无意瞟一眼，把你心勾走。有没有瞬间秒回那年夏天的课堂上？同样在课堂，少了个可以撒娇的。不错啊，真冷。再学一遍，小心没有。旁边那位老哥是我本人没错。啊，真冷。你看看他超会的。救命啊，他在模仿乡情鬼装吗？只顾着吃啊。